可爱哦。然后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做那个孩子，我们确实是来露营，真的。没有带你来，会出现在电视上，不用担心。人家坏耶，他刚花了这么久的力气在安抚你，一句话给他结束。对啊，你。然后我就说，孩子，没错，我们就是来露营。真的了，妈妈的东西要烧焦了，我妈妈真的要挂了，好吗？嗯，你乖，快点，你乖了，我回去给你买 MM。还是明天，明天下课我们一起去买 MM 再回家。是不是水太多了？你的妈呀！嘿，宝宝。不要。好可爱哦。嗨。然后我在这，我在这。我在这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可能职业妇女就会有感受到，感受到需求的，我感受到。他还没有那个，还没睡，他就是要睡才会欢呢。哦，肉干呢？我待会去给你吃好不好？看到了没？我们真的在上班，真心在上班。你小孩这个一脸就是没有在上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在上班的样子。你要说服谁在上班呢？不是，因为这是特效。他以为妈妈出去偷碗没有带。没有，是真的。孩子，孩子，我们确实是来露营。真的。没有带你来，会出现在电视上，不用担心。人家坏耶！你要去哪里？哦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就是我们在玩。他刚刚他说的几个小，他说你看我们就是在上班呢、啊，然后看我们在煮饭。我说你要说服谁我们在上班？他刚花了这么久的力气在安抚你，一句话给他结束。对啊，你。然后我就说孩子，没错，我们就是来露营。天哪！然后没有人带你来。我想喝鸡汤，你鸡汤要先炖啊！我想喝，快点。你去找鸡，你的鸡呢？我想要陪大家聊天。没有，没有人想跟你聊天。我跟你聊啊，我不想陪我聊天。我不想聊，我不想跟你聊天。我有很多，我有很多心事想跟你说。对。哎，雅雅有心事想跟大家说一下。什么事？怎么了？你会想说心事吗？有。你会不会等一下又哭了？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演戏吗？白痴哦。凤啥？你一直抱锅子干嘛？因为这样学府又不会叫我做菜。不行啊，你先喝。这是什么？鲜金。嗯，鲜金。这是我刚刚说要给你喝的。好爽。就喝完更醉。对，米酒加一半。你们家很多米酒吗？我啦。